很粗鲁，干嘛这样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去找老师学。一个从五岁就开始爱上公仔的创意公仔达人，16年的创作与教学，创作出无数个惟妙惟肖的独一无二公仔哦。经过小可的打听呢，有一位师傅级的公仔达人，到底制作公仔是一个怎么样的职业呢？就让小可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，走。找到了，你看这里每一个公仔的表情啊都栩栩如生，你看这些皱纹，天哪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公仔界大内高手，我要进去拜师求艺了。 Let's go。 哇，好多公仔哦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有老师在吗？人形创作老师游耀宏，从事公仔设计与教学16年，坚信教学相长，从教授技艺中不断发挥创意。刘老师，这些公仔全部都是出自你的双手吗？对啊，这些全部都是我设计的。游耀宏公仔设计教学经验超过16年，更精准的说，他从5岁还是个娃儿的时候，对于公仔的兴趣就已经萌芽了。刘老师，这里每一个公仔啊都做得好细致哦，你看像是这个公仔，它发梢的地方还有一些裙摆的地方都做得好精致哦。刘老师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公仔啊？我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对于人形的公仔，然后有小时候跟阿嬷常常到庙里面去拜拜，因为我阿嬷是很虔诚的佛教徒，然后常常到庙里面去拜拜，然后就看到庙里面的神像，对，深深的吸引着我。然后有一次就是身上有5毛钱，然后突然跟阿嬷讲说，奶奶，我身上有5毛钱，我可不可以把庙里面的神像或菩萨把它买回家？当时只有5岁的游耀宏就想用5毛钱把菩萨给买回家。哎，游耀宏老师笑着说，对于公仔的兴趣就是从寺庙里面被启蒙的。国中时期的游耀宏更开始自己动手做。游老师，你当初啊最早最早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没有做创意公仔之前呢、听说是拿那个面粉然后和水去做那捏面人哦。对，那个我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纸黏土这种玩意儿、对啊、那时候纸黏土是从日本过来的，所以我用传统最传统最传统的方法，就是用面粉来做，就是用面粉，因为以前那种捏面人的时代好像大家都是用面粉，对，都用面粉来做、而且价格比较低廉、所以到从捏面粉那怎么样又会变成捏这个创意公仔咧？我当初就是读完五专之后觉得说，面粉，因为以前做的面粉都很容易，作品很容易失败，很容易腐烂，而且发霉，对，很不容易保存。到五专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是有日本粘土，那时候刚好过来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这日本粘土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，就是把面粉那种材质把它换掉，换成纸粘土这种作品。游耀宏老师说，当时民俗工艺并非是就业市场主流，也不是学校推广的内容。许多比赛啊都是瞒着学校偷偷去参加的，但是他的努力也有了成绩。游耀宏曾获得全省5专民俗工艺设计比赛第一名的肯定哦。刘老师，像你一开始啊是因为自己有兴趣然后去接触创意公仔，那为什么到最后呢就变成了教人家做创意公仔的老师啊？那个我在读5专的时候还有读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捏公仔纯粹是兴趣，自己好玩。然后到当完兵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说，这个玩这个公仔如果能够跟我的工作能够结合，想必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爸后来还是讲了一句话说，如果说你认为走这个行业你走得可以的话，那你就走，走不行的话你不要回来跟我要钱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走这公仔这行业，跟他赌看看。然后，所以到后来啊，就因为这样的坚持，然后老师呢，到每一年呢，都听说有开个展哦。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不认识我，我必须打出知名度，
那时候网站也还没有说很流行很畅通，所以我就考虑先办在家里面先自己临摹各种作品，然后先临摹一年的时间，等于累积了大概50几件作品，然后我就跟社教馆然后去租场地，然后所以社教馆算是我第一次的个展，因为那时候公仔的话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做类似日本风格那些娃娃，然后我是第一个把公仔做成比较有台湾味道的，或是比较有我们本土味道的东西，所以一般有玩过粘土的话看到我这方面的公仔会觉得比较特殊，比较能够吸引他们，也因此呢就已经变成公仔达人，晋升为公仔老师哦。老师，你愿意收我做徒弟吗？当然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吗？好啊。好，太棒了太棒了。哇，在桌上呢我们也看到呢有琳琅满目的工具耶。老师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做创意公仔必须要用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灰色造型棒，因为它你看它有粗有跟细的，对，所以这它是要混合着运用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把衣服的皱褶把它擀平擀光滑，因为它有两个头嘛，一个头是就比较尖的有角度的，对，然后后面是比较圆弧的地方，对，很特别耶。这两个是必须一定都会用到的，对。好，还有其他的呢？灰色弯棒，它这个是用在做皱褶，皱褶，对，像我们身上衣服这个皱褶。我有注意到后面这个扁扁的这个呢，这个是我们在那个画线条、画直线、画比较细的，或是在我们切割粘土的时候用，顺便可以当作刀子使用。哦，好，了解了。那这还有其他的？这个好特别，好像我们的挖耳勺哦。对，很像。好像耳耙子一样。对啊，这是我们做眼睛。你看，你不觉得它像一个眼睛的弧度吗？这样刚好是一个做一个眼睛的弧度，哦，做我们眼球，所以比较细的眼球，我们就必须用这一支。哦，这个叫七本针。七本针，欸，但是它不是七根哦，因为这是日本人发明的。还想说我会不会算？七本针，对，它就是用在哪？用在刷头发，它这样一刷过去就好几条，省得我们到时候用手工这边画画的要死。而且手工画有时候会太死板。对。好，还有下面这个感觉像象牙。这个就跟我们的弯棒一样，它只是另外一个代替品而已。所以它是它的。想谁呀 ？OK， 然后这旁边呢，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平常会看到的，例如说就是剪刀，尖头的小剪，一定要这样的剪刀吗？对，一定要细的剪刀。我们做公仔的人头五官都很细致，你太粗的话，剪起来会不够流畅。这牙签我们是做支架用的。支架哦。对，就是我们，譬如说我们盖房子，我们要用铁钉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做公仔的关节，代替铁钉的意思，可以插，然后把它固定。这是骨头就对了啦。对。小骨头，小骨头，光是工具的部分啊，就让我觉得哇，制作这个公仔真的很难呢。不过老师在我旁边教导我，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接下来就看小可的表现喽。刘耀宏对于中国素材情有独钟，公仔作品都是以内敛颜色为主，不走华丽风，降低颜色彩度。不难看出岁月洗练的痕迹。工作室里满满的作品，有西洋式娃娃，也有时下流行的 Q 版公仔，但是不难看得出来，刘耀宏对于中国素材情有独钟。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哦。刚刚呢已经介绍完了工具，琳琅满目的工具之后呢，老师呢又放了好多湿纸巾在桌上哦。为什么，老师？湿纸巾？对啊，你看一包一包，而且有大有小。干嘛？做之前要先把手擦干净，是吗？对，这是我们的材料。哦，粘土。这是黄色的，它是超轻，它就是黑色的石塑土。它在用在我们做起来有点像铜的感觉。这是木塑，它有加那个木屑粉，做起来的作品它会呈现好像是木刻的一样。我们现在主要用就是手上拿的这一个，这是我们做公仔比较常用的土。好，那个树脂土，因为它的特色是它不容易断，而且可塑性很高，然后而且它不会褪色，不会变形。这个土是我们刚才
我拿给你看的最高级的树脂图，嗯，这是经过揉过颜色的，它本身它是没有颜色的，所以你想什么用什么颜色，你都可以揉我桌上前面这些油彩，哦，你想什么颜色就揉什么颜色。我们现在先做头，嗯，我们先涂在手上，我们先揉一揉，嗯，揉一揉之后，我们再把它稍微搓一下，在手掌心里面。就是要用自己就是手掌的温度让它变得比较软化吗？不行，它反而会干得很快，你不能搓太久，哦，对，是哦，然后搓大概搓一个椭圆形，然后我们再用工具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嗯，一半的下面，嗯，一半的下面这样子来回再压一下，不要太深哦，我们再用这支工具把上面这个弧度把它往上面改，这手劲好重要哦。对，就你要平常我都试着拿着鸡蛋再握，才不会把它握破。生的吗？嗯，生的当然是生的。好，接下来之后呢？接下来之后，我们用这只手指头把这个角度把它压掉。我把角度压掉。我们现在做鼻子，嗯，好，我们现在沾点白胶，然后贴起来，贴在我们中间鼻子的部位。鼻子很难做哎。我们搓一小坨，我现在教你这个鼻子是最简单的。最简单的鼻子。对，是我们做公仔里面最简单的鼻子。搓一个小小一颗，不要太大哦，太大就不可爱。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嗯，这就是一般最简单的公仔鼻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啊，接下来我们做嘴巴，哦，嘴巴这也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嘴巴，来。我们嘴巴在最下面，稍微掏一下，把它掏出来。好可爱呀！然后我们再接下来我们来做眼睛。眼睛。眼睛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喝饮料不要的吸管，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。越大越好。然后眼睛我们稍微这吸管可以稍微压一下。嗯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画，压在上面。哦。哎，老师，不太平均哎，大小眼吗？不是哎，你看他那个肌肉线条没拉好的感觉，因为他惊吓、嗯，所以这样子眼睛完成了吗？对，这眼睛就完成了。对，所以初步一颗头已经完成了，还没有耳朵啊？啊，对对，还有耳朵，还有耳朵，耳朵，耳朵，再比鼻子大一点，然后贴在旁边，然后用我们这支工具，灰色小支的，哦，小的圆头，然后这样子压一下。哦，我们耳朵就出来了，真的耶！另外一个耳朵，我们也是一样贴一样的位置，但是你贴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哦，它有没有平均，有没有上下，嗯，然后之后我们就用这一支往里面压一下，哦，它耳朵就好。老师，你看我的完成了，你看看你这个眼睛。差就差在眼睛的角度跟距离，你眼睛的角度太近了，对，然后太高，对，太高了，所以你感觉很像成人。老师居然把我的作品长成成人，所以你这个是幼犬吗？对。然后耳朵太厚，所以感觉像猴子。我的耳朵太厚了啦，我的重点是出在耳朵啦，不容易耶。对，所以你看人。的脸跟猴子其实大同小异，只是他们排列的位置差一点点，就很像动物。真的哎，不愧是达人。在尤耀宏至今大约教过了600位学生，最小的是国中一年级，年纪最长的也有82岁的阿嬷哎。教过的学生当中，也有些已经开班授课当老师喽。大姐，你在这边呢，啊，学了多久啊？哦，快15年了。15年哦。是的。一直在学，老师一直有创新，嗯，那我们就一直跟着老师走，这样子，真的很不简单呢。市面上的公仔常见的是用模具在工厂大量制作生产，但尤耀宏坚持的是手工公仔，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哦。哇，你看这里每一个公仔作品啊，都好棒哦。独一无二的，而且啊，光是这些上色的技巧，你看，让每个作品啊栩栩如生哎，真的很不简单哦，就像是有光线直接从上面打下来的感觉。
其实啊，制造这个创意公仔啊，真的很不容易耶，可以说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到底这个门道里面还有多少功夫是我们不知道的呢？待会让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哦。我当完兵退伍之后，我就决定走我这条粘土的路，然后我就自己在家里面做了一尊很大的作品，我记得是应该是观世音菩萨，蛮大的。然后我就自己骑着摩托车，然后到处去每间教室去询问，看他们有没有需要瓷粘土的老师。结果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正风行日本人形，他们希望老师是会做日本娃娃、西洋师。一辈子专注于手工公仔制作与教学的尤耀宏，乍听之下好像公仔创意路顺遂，似乎没有遭遇过太多苦难。但是尤耀宏说，最早是来自于父母亲的反对，因为并非主流职业，很担心他会三餐不济。但事实证明，他的努力与坚持是对的，父母亲的态度也就从阻力化为支持的助力了。除此之外，尤耀宏早年也曾抱着作品到日本某公司去应征教学，而遭到软钉子，让他印象十分深刻。那时候开骑了一台摩托车，那时候家住板桥，然后就把那个作品把它绑用那个绳子绑在我摩托车后面，然后沿路这样载，从板桥载到台北来。结果我去按门铃，刚好那个老师出来，那老师跟我讲说，先生很抱歉，我们现在中午要休息，然后你等一点钟之后再过来。然后我想说，那你可不可以先看一下就好，因为我带一个很大的作品很不方便。他说没有办法，你作品也不能放我这里，我没有给人家在保管，所以你再拿回去。我说那我家住板桥了，你总不能叫我再带回去。结果这样因缘聚会之下，他叫我在他们楼下的公园在那边等，等到一点半再拿上来。那时候刚好在下雨，下毛毛雨，我就鼻子摸一摸，我就好，那我一点半再过来。我就把那个那么大的一件作品，然后自己搬到他们家对面的公园在那边坐着。然后人又不敢离开，又不敢去吃东西，因为一个很大的作品我要顾着。然后来心里就越想说，奇怪，我为什么，要看人家的脸色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想说，算了，搞不好是老天爷在故意考验我。我就自己把我作品带回去，然后自己就想办法，自己闭关一年，然后就是在家自己做作品，做50件作品，然后才办了第一次个展。创意公仔制作从设计到材料越来越广泛了，尤耀宏现在更加入了布塑，让公仔更加栩栩如生哦。他是把粘土放在布里面，然后所以他布会撑得起来，是因为粘土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一般如果用布的话，它会垂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如果要弄飘逸，很飘逸的感觉的话，我们就必须用个粘土把它撑在布里面。真的，你看啊，无论是在这种布的尾端啊，还是前面的地方，你都可以感觉到真的有风在吹拂它的那种布料的感觉，比较有一种飘逸的感觉。嗯，刚刚看到了很多公仔啊，有大有小，但在这边呢，也有一些公仔啊是独一无二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像尤老师他有特地呢做一些客制化的公仔，然后呢他们帮你定做。老师，你这些客制化的公仔啊，他们的来源大概都是哪里啊？大部分都是像你手上拿这个是结婚娃娃，一看就知道穿新娘装跟新娘礼。然后这个是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啊，或是你的亲戚啊，他有结婚的时候可以送。因为现在到有时候到外面，你要想买个结婚人家结婚的东西啊，对，大部分都大同小异，真的，而且都很多都是雷同。你要做一个比较有自己表达自己特别的心意的话，我们就接受客人定做这种特别定做的结婚。真的，你看甜甜蜜蜜的感觉，而且啊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像是后面这一些几乎都是客制化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这个，感觉像是，就像一个奖牌讲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有时候人家去参加芭蕾舞啊，或参加舞蹈比赛，对，他可以特别定做，而且他这个还有灯可以发亮。哇，
你看，如果说像老师说的啊，就是它是一个讲座的话，你看放回去，它就可以永远代表说你的芭蕾舞跳的，就像这个东西一样，会一直一直发光下去。对，而且这个讲座变得更有意义，对不对？特别有价值。真的耶！尤老师这里的创意公仔啊，跟我一般见到的那种 Q 版公仔真的很不一样哎。老师这里的每一个作品啊，真的可以算是艺术品的等级哦。所以啊，这些公仔呢真的很珍贵。刘老师也说啦，创意公仔呢本来就是有行无市的，既然是艺术品的话，那它的价值定位也就因人而异咯。我觉得我做了大概教学将近18年，我要给那些后进的同学或是学员，那个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，坚持才能够撑到最后。我永远相信一句话，今天的努力，明天可以看到美好的收获。以前对于公仔的印象呢，都是那种 Q 版头大大的创意公仔，没想到创意公仔在这里可以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哎！它不仅可以为客人量身打造，而且它还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纪念品跟艺术品哦。今天啊，真的让小可大开眼界嘞！职场达人秀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创意商品这种微型企业想要发展要靠人脉，绝对不是闷着头做就行，因此教大家如何拓展人脉金矿。强势的人脉是成功者的秘密武器，也是通往财富成功的入门票。所以一，主动寻求机运，多参加社交活动；二，与生命的贵人一起合作；三，多运用倾听的力量；四，投其所好，打动对方的心；五，给对方表示优越的机会；六，善用同字辈以拉近距离；七，谈论他人感兴趣的话题。